每一年拍完烟火，就会一定会有人说，哦，他们全部都是烟，然后看不到烟火的部分。那我觉得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他们会场，就是市政府他们会场那边，就是完全都是在逆风的状态，所以烟火一放出来就是什么都看不到，每一年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呢？我每次都是在几米公车这一面，就是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路啦，就是在几米公车这一边就都不会有烟，然后就是每一次都是拍起来就是很漂亮，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说，哦，你怎么拍到全部都没有烟的101烟火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就是分享这些东西，就是分享经验啊。每一年就是一大堆人都会去另外一面烟很多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每一年都拍得开开心心就好啦。